B&Q Tolino. B&Q 才买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的价钱蛮合理蛮公道的，那第二个就是说，我在那边我们需要什么东西，我们一次都可以采足，就可以买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。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在 B&Q 的产品都是 DIY 的，那我跟我的家人都一起动手做，一起要去学习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把所有的家具组合起来，然后放到家里面那种温馨的感觉很好，那也增进我们家人彼此之间的感情。 那最后就是说，我很喜欢小孩子在一个宽敞明亮的空间里面，做一些活动，然后看到他们快乐的样子。那我觉得 B&Q 的所有一些产品里面都能够满足我所需要的，那我能够提供给孩子的。 我平常最喜欢做一些 DIY 的东西，室内设计方面或者是玩具方面，全都是自己动手做的。那包括让我完成这些梦想，都是 B&Q 购买的工具，这边全都是 B&Q 买的工具，很方便，然后价格不贵。这边全都是 B&Q 工具。 B&Q 已经走进我的生活，现在想要买工具，第一个想到就是 B&Q。 OK， 这个马桶是我最私密的地方，也是我最爱的，这是我毕生的心血跟精力，只有 B&Q 的东西才能够展现出来。它使用时的力与美啊，这个是真的，就在我床旁边。 听听啊，它的水声，哇！我每次听到这种声音就很兴奋。这是我的床，没办法，因为最近结婚，结婚之后把马桶设计在床旁边，晚上的时候很好使用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在这边盥洗。B&Q 的镜子，哈哈镜，B&Q 的洗手台 ，stainless。B&Q 的水龙头 ，B&Q 的杯架、肥皂架。 草纸架，还有 B&Q 最伟大的马桶刷，我最私密的地方 ，B&Q 公开了我最私密的地方。 这是在我在台中开的一家店，店名叫"轰嘎虾嘎"。这张座椅是个风车的造型。其他的五金配件也是在B&Q买的。
那这张桌椅配合这张椅子，在 B&Q 买的铲子。当初有个 idea， 就是一般的桌椅都太单调了，所以我买铲子把它改成类似这样的椅子。然后第二个比较大的公车桌椅，这个桌椅，它可以折叠组合成一块平板。那这边的木材、木料还有铲子五金配件都是在 B&Q 买的。那 B&Q 的东西实在比市价还便宜。这个是 B&Q 的水泥呢，还。哎，我有个 B&Q 的招式，可以拍吧？B&Q 特力舞 ，Q Q Q。